绘制楼梯，公共部分。绘制一条直线，并对它进行修剪。接着对此直线进行阵列复制。在此对话框中设置行为12，列为1，行偏移为-300。点击选择对象，选择此直线，最后点击确定，这样楼梯就阵列复制出来了。现在为其制作一个扶手。将扶手放置楼梯的中间，并对其进行修改。
到此，楼梯就制作好了。